警备司令部干嘛的？警备司令部就是宪兵司令部。警备司令部是驻军教级中的城市设立的，担任军容风纪、军车检查等任务的机构，由所在城市的警备区、军分区司令机关担当。警备司令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驻地执行警备勤务工作的领导机构，卫戍区、警备区、省军区和上级指定负责警备工作的单位，为所在地区警备工作领导机构，对外称警备司令部。驻军和过往的军队单位在警备工作方面，必须接受当地警备司令部的领导。